我们终于要甩骰子了，所以这个耀腾你先吗？我先吗？你是那个上次有甩过的吗？就是这个甩之前有没有什么话想说？希望可以六。真的齁？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状况如何。好了，要甩了。好，大家快来见证啊！见证奇迹的时候，到底张耀腾能不能加入我们公司，这很关键啊，就看这一骰了，不然就三个月之后再来了。哦，六点，哇，练成了，练成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有什么感言？这个被录取感言，蛮神奇的，蛮神奇的。对，念能力是有用的，真的哦。所以你这三个月有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吗？就是去一直想着六这个数字。真的吗？有啊。洗澡的时候再想一下，哦、真的哦，666哦，所以这三个月没有找其他的工作，我没有，你就是觉得我一定再来一次会上这样，也没有说一定会上，或者说你觉得就是要先集中再赌这一次这样，对，就是说你这次如果失败再找其他家这样，对对对，失败会再找，哦，就那但是你就是已经锁定我们公司了这样，对啊，哦，非常感谢你，非常感谢你，对对对，那你对于那个今天4月1号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本来想说上了会不会说是愚人节，对对对，哇靠，这样都被你看出来，对啊，然后你觉得呢？不知道，要看之后有没有。那你现在就是甩六了，你觉得这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，还是这是真的？希望是真的。好啦，就是那个欢迎你，欢迎你加入我们公司。现在下另一位这个小维，就是毛都被打爆。没有，你如果没有六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那个三个月之后再来嘛，就是我们这个门永远敞开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在甩之前？希望可以六哦。所以你是只有准备来我们公司，还是你有去投其他家的？是有去投其他家的。我觉得你其实没有很专一这样子，那当然。如果没有进这间公司，那我也没有工作啊。哦。那我总不能三个月，而且我是租房子，我总不能三个月都空窗期。好好好。那我可能房租付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，那我们就看了，也许你就去别的工作了。那可能就没录取，你帮你付房租。没有没有没有这种事，没有这种事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，不要乱讲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我们要看一下骰子给出什么样的答案。就要想啊，想。然后他说他不相信念能力啊，所以他大概。我也不相信啊，但我一丢就丢到六、啊，这是物理，你可以用靠物理丢。哦，对，你可以计算那个角度，就跟投篮一样，然后进去那个反射角什么的，计算之后就可以。你看我刚刚丢那六，我都没看是不是六，就知道是六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我比较紧张。对，就是我们公司已经开一个 offer， 已经被拿了啊，现在还要再开第二个，我们这个薪资压力比较大嘛，所以我比你紧张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看会是多少。哇天啊，竟然也六哎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他有念能力。什么？太惊人了！四月一号。你有什么想法？现在愚人节快乐，恭喜恭喜！对，就是在我们刚那个招聘都是作秀啦，这愚人节的表演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所以小文现在有什么想法？你甩六了，对，你觉得这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吗？不可能啊！为什么？你有什么根据证明我们没有在开玩笑？也是啊，我希望不是开玩笑。对对对，但我现在说你的观察，我们刚刚今天这样。就是整个活动面试这样，你觉得为什么？你觉得不是开玩笑这样？我是说希望不是，但是我觉得我总不是，可能在吃饭的时候感觉还挺真实的，就是大家的可能说话的方式哦，感觉就真的在了解，了解面试哦，好好，那现在恭喜你被录取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很开心啊！很开心哦，哦，好好好，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所以你今天这个面试有什么心得吗？要跟未来的面试者分享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公司陆续有在招聘嘛，那你给未来的面试者一些意见建议，或者说你觉得，对对对，可能记忆要好一点吧，因为感觉好像就聊天过程中就突然就是在面试了。哦，嗯，因为像可能一开始的时候。你们在聊，可是你，我觉得你还没讲完规则、但是你就说哦，其实你们已经找到公司，我那时候有点惊讶，哦，奇怪，然后我其实还没意识到，对，想说，
你到底讲了什么，实际上才发现有些人没有记住。所以吃闲聊中就是在面试。欢迎二位加入我们公司这样子。